夏堂第十一席中轴所要表述的是神府州县的至德尊神护佑一方，收成丰厚与安定，朝廷也因此赐予相应的宝封，而此地的百姓凡有祈祷必如愿而成，如今也待他们祝寿，愿佛日光辉留住，得获成就圣道。画面中共可分为四组人物，由上至下呈现，嬷嬷、神主、城隍，各府城隍、各县城隍、所属州厅城隍及其部属，诸尊皆现文官身，言辞护板，竖躬而立，彰显其神德，而其部属皆手捧卷宗，以佐助城隍。